真的被秦霄贤和刘晓婷笑死，他俩要是同台，那现场氛围简直无敌。好好的说相声，怎么还干起来了？你老秦啊，你可长点心吧，人家两口子的事你掺和啥？没听说过清官难断家务事吗？事实证明，傻子根本斗不过疯子。要知道，二哥可是团灭整个七队的人。毁了吧，毁了吧！掌声接过成军章，众人都见证。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我们的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哎哎哎哎哎！呀！兢兢业业在德云社干了10年，结果差点被小婷一句话给干封箱了。有时候真的挺担心他们的精神状态。两个低音炮非要去挑战叫小番，老秦都差点被自己笑折了。见公之道领见，不由得本宫西先见，站立宫阿门叫小番。一边唱一边聊，一点都不耽误。你学叔连张嘴的机会都没有。当秦霄贤遇到刘晓婷，真是全程高能，一天天的净整这些我小黑土豆不要面子的嘛。谁摆？老秦。他哪点摆？哪儿都摆。而且我追了你快一年了，但是我从来没看过你睡觉的。你跟了我一年了，你的手机歌是秦霄贤。秦霄贤。都分不清他们俩谁是谁的克星了，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主打一个都别黄。什么大事？刘晓婷，出来！刘晓婷。感受到生活的痛苦，下面会让你感受到生活的一些小美好。所以为什么给了你一根吸管？别把生活搅乱，别把生活搅乱。关于老秦与话筒之爱恨情仇又加一段，二哥这车开得猝不及防啊。众所周知，德云社听相声不让乐，现在的演员赚钱太容易了，往那儿一站，观众就乐得停不下来。你这是干啥？我也不知道，我真什么也没干。他们乐真的是他们的事，我就很严肃地看到这里。别乐了，乐都乐了20分钟了，现在你能控制一下他们吗？我控制住他们吗？不要乐了，二哥往那一站就是包啊。二哥，你出来。经理，我想补个票，我想补个票。俩二哈凑在一起出了化学反应，事实证明傻子斗不过疯子，一个师叔被一个黑侄子制服了。我叫板呢，跟谁叫板？
果然小奶琴的颜值是用智商换来的，人家叫螳螂精他居然回头了。男孩子的快乐就是如此简单，都知道老秦扇子赚得好，没想到连二哥都没放过。刘晓婷凭实力逼疯全胜，吃饱饭没事出来溜达溜达，回家吧。好嘞好嘞好嘞。支书累得半死，黑侄子稳如泰山。什么叫铁？刘晓婷出来，刘晓婷来，刘晓婷不玩了。这破包袱简直绝了，一面让你感受到生活的痛苦，下面会让你感受到生活的一些小美好。所以为什么我给了你一根吸管？把生活搅乱，把生活搅乱。老秦的克星绝对是二哥。在我眼里，不知道是什么吗？什么后脚跟，知道吗？哎，那你这后脚跟，真就每句话都在雷点上蹦迪吧。颜色分得清，哎，这我色弱，啊，你别打我。二哥这是用生命在夸九泰，眼睛。这真的，你应该功夫那期来，你混扫一大片了。玩个游戏得罪一圈人，用十个不重样的语言赞美对方。头发不掉。嗯。哎，你说谁呢你？你们俩都回去。哎。从一个傻子被逼成了疯子。二哥的小脑袋都想的啥呢？奸商爱谋破，两人双双坠入了爱河，我好差点淹死。这就是怎么淹死？那个河叫爱河。哎，白那是金星，他不是。就这包，哎呦，哪那么多煤呀？挖煤挖煤。对，老爸也不行，得养养。一万就没了。哎呦，这包，哎。当晚笑死在破包袱里。这鞋很小。鞋小没关系啊。平时我穿六一的。三毛钱吗？盐，三毛的盐啊，三毛盐呢？不知道，不知道吗？啊，念咸。犹太咬紧了他的后槽牙。盐进来了，当时一指我，刘晓婷，你的死期到了。我当时一想，帮我转存一年，我这有什么的？张口就来，谁也挡不住。用什么拖地最干净？什么拖地都很干净？有力，有力。我有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叫陈豹。我说你为什么叫陈豹呢？是因为我爸爸呀，早晨看报纸的时候生的我。我说那什么，你今天有时间吗？他说我有时间啊。我说你过来听相声吧。他说我不去了。问你为什么？爸爸看报纸。不对，那是因为今天沙尘暴。因为今天沙尘暴。不受捧哏还有这么温柔的时候。小学生来了，就甭说相声了，也能进德云社了，好吗？怎么了？您这还有门槛吗？我们门槛高级了，我们。高级了，你跨过去不就完了吗？我不是跨哪，哎呦，哪个门槛啊？说的门槛高不是台阶儿门槛。小叔啊，我看你，你又过来又去，我也害怕。该怂还得怂一怂，因为东北的娘们儿惹不起。
爱豪横的相声演员到了东北，该怂还是得怂。秦霄贤主打一个识时务者为俊杰，比如说像这位姐姐玩手机是不是？刘晓婷用最凶的语气说最怂的话，而且认错贼快，深得师傅真传。这是东北。对不起。你哪人？哈尔滨本地的。对不起。澡堂子要合影，这创意真不错，也只有东北大哥干得出来。当时就算是摇微信，他也得给啊。那当时我是，他们那个都泡池子嘛，我在池子边上是坐，这儿那池子那边游过了一大哥，就露一脑袋，我跟前儿看我，看一会儿就大哥走了，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我一会儿拿过一手机来，哎，哥们儿，咱能照着相吗？我说这是哪儿啊？这澡堂子，一丝不挂池里，虽然。下半身都在池子里嘛，但是不能这儿照啊。师爷的优越感到东北荡然无存了，管你多高的辈分，遇上事儿都得当儿子。你呢？还管不管了这个？哎，我管你呢，是怎么着？你再说一句，我瞅你像我妈。你弄死我！我看他也没有给打的。白平。九海遇到北京大哥搭茬和东北大哥搭茬，区别对待太明显了，打不过就跑，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来一八九八年，就是一八九八年。1898年怎么了？这北京来的是吧？是吧？这北京，对，带什么带来呀？我说爷们儿玩儿啊！这个在东北，这个比如偏远的农村，哦，还有很多米。没有。你是东北的吗？对，田里吧。田，那我跟你交劲。德云社的爷们儿就是有自知之明。你要打开啊？你凤仪在哪东北人呢？老秦早就把自己也是东北人这件事忘了吧。在东北这个地界能屈能伸就是最明智的选择。东北人多温柔啊！叫板跟谁？就在这地方跟谁？谁不弄死我？跟你说，这就是东北的，我认了。没有一个神书能逃脱刘晓婷的魔掌。十个不重样的语言赞美，哥注定是老秦命中难逃此劫的男人。吓唬九太还要翘脚脚，万万没想到赢在了人数上，却输在了辈分上。后来全是我亲戚，我表弟高小贝，我师弟上小菊，你还想变成三小杠啊？都是我亲戚，这一点他们俩算是不是？你等会儿，他们俩算是你不都管我那叫叔吗？你跟我横300块钱，准备的还真齐全，就是架不住两个师叔抠啊。啊，有一群，咱们四个那个抢呗，抢4.1，抢6，一个头挣了7毛钱。酒量都差点让他这个破防了，有眉毛的逗哏就是可怕。大爷。难怪队长平时不爱回来，严重怀疑这货是乐师哥放的卧底。
九男那句大屁股脸就注定了结局，二哥这是替师傅报仇呢。早上的你有事成吗？什么大屁股脸？不是啊，我师傅过去了。别着急啊，那个给我师长弄十年，还都套了，看出人都套了，都套出来弄完了。在外边，你有事成吗？有事成，你的师傅呢？身体倍儿棒。再跟他说说，我师傅过去了。你说的。张春山的风终究还是吹到了德云社，刘晓婷在返场时交作业。二月天杨柳翠，春烟三月三来山，青草漫漫，最美是人间四月的天，一江春水绿如蓝。只因为前一天台下粉丝说想听，第二天他就学了，主打一个重返。当然结局是毫无例外的笑场加破音。不得不说，我社老爷们在网速这块就没说过，无论是网络热梗还是新闻时事，第二天就会出现在他们的段子里，狠起来连自己都不放过的比比皆是。最近发生在社内最大的争议事件莫过于海白裂血了，马上就能有开专场的资格了，突然分开让很多粉丝表示无法接受。其实这种事情很正常，每年年初德云社都会有人事调动，有的演员是换了搭档，有的是调整了队伍，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决定刚公开之后，九海就发文回应了，他和肖白还是好兄弟，没有任何矛盾，只是工作上的正常调动。作为他们的队长张鹤伦在直播的时候也被问到了自家队员的这个问题，他没有丝毫遮掩，表示两个人搭档的时候都在磨合，发现另一个人不适合自己了，那就选择分开了。事情很简单，只不过是大家给复杂化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不是小孩子，在这条路上也走了十几年，人家还能不明白什么才是对的选择吗？当事人都能坦然面对，外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分开也是为了更好的开始。九海肖白分开后分别和五队的庄子健彪哥组成新的搭档，双方的第一场演出简直可以用非常激烈来形容。关九海这节目选的也好啊，叫新搭档的头一天注定这一场演出不平凡，第一次合作可不是的，交代一下两人不是原配。谁料庄子健一句你是破鞋，差点给九海整破防了。原来一个老人穿了九年的破鞋，没嫌弃他，我这要是接盘，那我们哥俩都捋不清了。突然有点同情九海了，送走了一个高学历的祖宗，又迎来了一个有背景的活爹。大壮这碎嘴子的毛病肯定是随他师父侯爷。九海给大家解释了一下换搭档的正常现象，本想拿大壮举例子抖个包袱，说以后他要是火了不要自己了，那他只能另寻出路再找搭档。大壮听完这话可不乐意，咱可不当坏人，就反过来说九海要是火了他也没有怨言。听到这里九海就表示自己不是那样的人，结果这可让大壮抓到画饼了，直接贴脸开打他和肖白裂血。大壮，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吗？我能干到了畜生干的事吗？我不能九年就给人甩了，我一抓招牌我打包袱。当然九海也没饶了他，反问他李和彪都要开专场了，你蹬着人家合适吗？两人这个嘴是谁也没饶了谁，自己的瓜自己砸，让师兄弟无瓜可吃，秉持着能动手就别吵吵的原则，说着说着二人就急眼了，关九海新做的大褂都被撕了，可见这场演出有多刺激。当然了，彪哥和肖白那边也不能逊色，第一次同台也擦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张肖白的强塞知识到了彪哥这里仍旧实用，而彪哥是谁，那可是德云社第一巴图鲁，那还能让一个秀才给拿捏了吗？面对肖白的一阵知识输出，他直接切中要害，这还是张老师第一次遇上这么叛逆的学生吧。告诉你，阴天呢是低云总云量高于80%及以上。知道关九海为什么要给你脸了。看来这几个人没少上网看自己的娱乐，肖白的捧哏在整个相声界都是独树一帜的，没有时间和文化的积累很难效仿，但是以彪哥这脾气早晚得上手，也正是因为充满了挑战，张肖白才会有更好的发挥空间。这四位都是连自己都能豁出去的狠人，一定会未来可期的，就没有刘晓婷摆不平的师叔，如果不行那就给他磕个头保证乖乖听话。德云社人才济济，优秀的演员太多了，但是舞台的机会是有限的。就像天津春晚，很多年轻一代的相声演员虽然都有着过硬的功底和超高人气，但是呢因为时间限制他们没法登台，于是他们就决定自己在春晚过后办一场晚会，但是还缺少部分演员和观众，于是兵分两路，一帮人去找现场观众，刘晓婷则一人单枪匹马到了天津德云社，在那里刚进门就遇到了酒席和老汉，别看人家辈分小，利用说话的水平就成功把这俩人忽悠走了。看你们太开心了，不是太开心了，有事说事，你不用那么做作。我们几个人要搞一台晚会，他跟导演商量完了，导演同意了，把棚借给我们，然后呢、就答应给你们安排晚会了。哎，二哥，有事说。然后一起在后台找到了主任杨鹤通和九海，带他说明来意后，三两下就搞定了后者。是这样，当我当师叔无妨。你这怎么变脸变这么快呀、啊？你不是有活干还不好吗？赵子，去吗？我那边还没谈好呢，去不去？去。
但是一听这话，主任瞬间就明白了，他是求人办事来了，立马准备以此要挟拿点好处。结果没想到啊，大过年的偷鸡不成蚀把米。不然什么样优厚的条件？去不去？不去我可给你拜年了。威胁？拜年的话，哎，去去去去。有没条件？没，这还要什么条？最后不但什么都没捞到，还得舍着老脸去帮他们找主持人。幸好他手里还是有点权力的，要不然小婷非得给他磕一个不可。我们现在缺一个主持人，我们这台晚会就缺沙姐姐了。我每次买德云社的票都买不上。嗨，这事儿还叫事儿吧？您说您想看哪场演出吧？有时候辈分小还是有好处的，空手套白狼都不会有人说一句不合适。其实哪怕不过年，他依然有本事拿捏住他的师叔们，尤其是七队的那些位，很少有人能逃脱他的魔爪。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老秦了，每次被他逮着都往死里霍霍，一个小子愣是干不过一个小子的。谁是皇上？我。你是皇上？躲着灭了。你是皇上？你是哪个皇上？我就是皇上。你就是皇上，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是皇上。教练队长孟鹤堂也没能逃脱，脸上的表情比染坊的彩钢还要精彩，心里估计在想着，九太你快回来，把你牵走吧，我想九凉了。对，我对本以为队长夫人能遏制一下他的初恋，没想到他仅靠自己的翻跟头，没找到节骨眼就让九凉破功了。我翻跟头也得有节骨眼儿，我真找不到了。